标题：吴奇隆高调承认刘诗诗已怀孕四月，承诺三年生三。正文如下：吴奇隆、刘诗诗在出演《步步惊心》之后相识相知，相恋相守。两年前，四爷给了若曦一个盛大的婚礼，而后两人便当起了低调的小夫妻。自从刘诗诗与吴奇隆结婚以后，啥时候生孩子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毕竟吴奇隆已经不年轻了，再不生孩子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不管是网友还是当事人都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最近网上爆出了很火的一组照片，就是刘诗诗在机场的照片。眼尖的网友已经发现刘诗诗好像是怀孕了，并且迹象很明显。网友们的猜测不是没有依据，一是上衣的穿着了宽大很肥的外套，明显是想遮掩什么。有的网友也是表示和杨颖怀孕时候的装扮一样。记得在某活动现场，刘诗诗拒绝回答关于怀孕的话题，现在想来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怀孕的迹象。因为港台有传统，怀孕不满三个月不能透露风声。刘诗诗与吴奇隆现在两人同时松口承认怀孕，估计刘诗诗怀孕已经有三个月了吧。有粉丝在某酒店拍到吴奇隆探班刘诗诗的照片，这一月来多次探班，恨不得都住在剧组，天天护送刘诗诗上下戏。看这场面就知道了吧，全程护送刘诗诗，周围群众一点都不让接近吴奇隆，首次在微博回应粉丝要生生一堆。刘诗诗也大方地承认了自己怀孕的事实，并称不再与唐人续约，安心养胎。2013年11月13日凌晨，吴奇隆在微博上首先发布消息承认与刘诗诗的恋情，并称我们很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感情，并请求外界给予自由的时间与空间。吴奇隆微博原文：谢谢大家的关心及祝福，我们很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感情，真心的希望大家在我们仅有的私人生活里给予一些自由的时间与空间，谢谢体谅。二人合作《步步惊心》《因戏生情》，自承认恋情以来一直是娱乐圈的模范情侣。